一人一条红衫鱼，踢走 CY 唔鬼鼠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周晴。周晴，周晴，周晴 BB 啊，好挂住你啊！周晴 BB， 好耐冇见啦，近来有咩搞作先？拎紧买个本地关注，已经诚信破产，喺漠视社会矛盾，我哋香港人已经忍够啦。原来佢同大家一样，都想 CY 落台。佢同一班泛民政党搞咗个红衫鱼运动，登报誓要换特首啊！快啲！我哋一定要捍卫香港最基本嘅我哋自己嘅精神面貌。仲有唔同组织添。我哋香港人系应该要一套我哋香港人嘅生活模式。我哋见到国民教育、东北发展，定系好多交通基建，一味净系要向大陆靠拢，净系强求中港融合，但我忽视咗我哋香港人真正嘅需要。真正的生活空間，這個數字是什麼字？70萬，70萬，就是過往十幾年回歸之後有70萬單程證的人士來到香港，所以香港呢不是有房屋問題，是人口太多。這個進擊之紅衫魚目標是在隻狼休假回香港第一或者第二日，賀一賀他啊！一人一百半特首，抗融合，一齐反民抢地。系有啲唔齐喎，连得几次咪齐晒咯。30号前捐钱入恒生，将入数纸同名 send 到呢度。联署人会视乎筹到嘅钱，决定喺几多份报纸登广告噶啦。